唔敢插话，是无你报较早对不对？结果重点报唔对啦。实实讲，讲一个人要学什么人，真真正正啊有方法，啊较要紧。讲要学讲我的优点，啊甲学伊的优点，实在是真歹学。啊要用个性来甲学。找看伊有啥物缺点，找看我有啥物缺点，啊！啊，这个缺点咱莫去烦着，就倒较会忘，安尼有理无？啊，优点真歹讲，吼！啊，咱每一个人都有优点，都有缺点。优点若较多的话，这个人就是彩色的人生观。一个人若缺点真多的话，那就是乌白的人生。真正我拄则咧讲煞伊补充这段话，真正用符合逻辑。教授就是教授，我讲迄段就会甲咱这个中医有相关关系，有关系。真真正正有影，我阁补充一个讲。听着个人的癌，个人的癌无啥破坏。咱个癌你定爱远离，啊无结果，时时刻刻欢喜心，发出善念，迄个能量就袂甲咱成群。发出善念，天天都欢喜，歹结啊一个甲咱鱼啊种漂了了，我嘛不甘愿。迄什么物件都会靠我来，咱个周遭。绝对不有金刚体在咱的身躯，甲咱保护掉。你不有法通咱金刚体，还是无法无撇步，啥物撇步？发出包容之心、善念，就是咱护心符。我即摆请咱这個大师，你几啊礼拜无讲话啊？